就看这儿，对，就看下面这个，对。又新增了一个确诊。我们的清洁消毒。相当于我们回家以后吃饭、睡觉一样。康复组，那你就自己说。好。那实际上，所以说我们在今天，如果是随时开始，我们你就说地铁已经准备好了，能不能说准备好了？可以说。